的冬季攻势打响以后，人民解放军头一仗就把沈阳西北的敌人战略要点张武城打下了，把敌人的79师全部消灭干净，接着又扩大战果包围把控，把敌人新六军62师紧紧地围困在这座孤城里。东北蒋匪可是当敌人左翼一路刚刚跑到公主屯的时候，立刻遭到我军有计划的包围。我强大的主力兵团炮兵步兵一路又一路地朝着敌人的方向前进，战士们的战斗意志非常坚决，他们忘掉了寒冷，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里忙着修筑工事。他们说，只要能把蒋匪消灭，别说天冷地冻，就是牺牲也是光荣的。他们要在这里摆下天罗地网，好把蒋介石的匪军全部消灭。195师和43师陷落在我军包围圈里，其他几路敌人齐头并进，也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战士们英勇沉着地向着敌人阵地开炮攻击，敌人的炮火也不断地向着我们阵地打过来。战士们不顾一切地从雪地里爬起来，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向前冲杀。蒋匪新五军遭到我们重重的包围以后，增援的部队又被击溃，眼看是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匪首陈诚只好派一架孤零零的飞机从天上扔下一些东西来，给他的绝望的士兵打一打气儿，想来挽救一下他垂死的命运，但是这也是白费力气的。总攻击的命令来了，叫全体战士们在1月5号下午2点钟开始进攻，彻底干脆的消灭包围圈里的敌人。现在2点钟到了，拼！炮火打垮了敌人一切防御工事，给英勇的步兵打开了有力的进攻道路。战士们在广阔的雪地里英勇前进，
士们越打越有劲儿，轻伤都不愿下火线。这位同志把头包扎好了，又拿起上了刺刀的枪，很快的又冲上去。我们的炮兵拉着炮车也追进屯子里来，不管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绝不放松，一定要把敌人全部消灭干净。敌人再没有后退的地方了，他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放下武器，做人民解放军的俘虏。人民解放军在公主屯战斗中得到了空前伟大的胜利，把蒋匪新五军军部和43师、195师全部消灭。这就是蒋匪43师师长刘光天、师参谋长易希尹、182团团长边百林。公主屯的胜利是1948年东北战场上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这个胜利使我们东北解放军打下了全部消灭东北蒋匪，配合关内解放军大量歼灭敌人的胜利基础。这个胜利证明了东北蒋匪的命运已全部掌握在人民解放军的手里了。同胞们，同志们，我们要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为完成伟大的历史。我东北人民解放军趁着战争空闲的时候，加紧练兵演习攻坚，提高战术基数。一个一个勇敢的爆炸手拿着他们的爆炸手，很快地冲向假造的敌人外围，向着有障碍物的地方扔下了爆炸手，就很快地跑回来，不让自己被炸伤。爆炸手真是厉害，障碍物不被炸毁。无论敌人修起了怎么结实的碉堡和各式各样的工事，一碰到了我们的爆炸筒，就立刻都被炸得粉碎。战士们很快地冲上去，敌人的障碍物也紧接着被炸毁。
也跟上去，拿着梯子向前跑。这样的练习作战，战士们演习的情绪越来越有劲儿，好像在战场上一样。在这种不断的演习当中，我们队伍在战术基础上的提高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绩。战术基础的提高，才能缩短打垮蒋介石的路程，才能快些让老百姓过太平日子。某一部分在去年10月1日秋季攻势全面展开的时候，向着梅集线上的吉林外围口前发动攻势，部队向着阵地前进。战士们在战斗以前，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地整理着自己的武器，有的准备着手榴弹，有的帮助捆绑弹带，有的忙着擦枪，有的在擦刺刀，准备战斗，保证一定完成上级所给的任务。战士们在沙盘上研究怎样攻破敌人碉堡的办法。团营长侦察阵地，战士开始向着敌人的碉堡开炮。都逃到高粱地里藏起来，要活命只有缴枪。草堆里的俘虏也被老乡给抓了出来，这些枪和东西扔得满地。这是国民党55团的营长，名叫杨虎，他现在再不是什么营长了，已经变成我们的俘虏了。天刚蒙蒙亮，战士们已都装备好了，一个紧跟着一个，队伍出发了，翻过山又爬上坡，向着敌人的阵地前进。张政委侦察了阵地，炮兵就接着开炮。蒋介石的美国飞机飞到作战阵地，给那些快要当俘虏的家伙们送子弹、药品和粮食。
是敌人投下来的东西。我高射机关炮炮手，弹射器对着飞机瞄准，准备把它打下来，把它送来的东西也都变成我们的。看，敌人的飞机完蛋了。这些俘虏是白给蒋介石卖命的。这个受伤的炮兵对我们医务人员说，同志，给我包扎一下，救我一命吧，等我好了一定给你们当炮兵。蒋匪在3月9日那天既丢掉了一切物质，慌慌张张地逃跑了。我军为费一枪一弹就收服了这个中心的城市。同胞们，请看一看吧，这些血肉模糊的尸体是多么凄惨的。这都是被蒋介石匪徒们参杀的。像这样的尸体仅仅在桃园山下不到100米方圆的地方，竟发现了300多具。在敌人统治的时期，就是勉强活着的人民，也只能吃豆饼来过日子。可是，我们再看一看蒋匪徒们荒淫无耻的生活。这是吉林蒋匪头子梁华胜的私人花园，当他刚刚逃走，立刻就被愤怒的人民捣毁了。这是他的新式汽车，里面装着有无线电收音机，坐在车里就可以听到各种广播。这是他的南水游泳池，在十冬腊月的时候，老百姓没有一点烧的，可是他每天还用7-8吨的煤来烧水游泳作乐。我军建成以后，民主政府马上拨了2万万元救济这些遭难的市民。老百姓拿到印着毛主席像的东北票，都欢喜地说，这回可又看到毛主席了，我们又有救了。民主政府从各处运来的大批食粮救济贫困的铁路员工和市民。吉林市张副市长亲自到各处慰问被难的市民。东北银行吉林分行拿出10000万元借给被难的工商业家，使他们能够很快的服业。
校的接邻市，在解放后不到几天的功夫就很快地活跃起来，繁荣起来。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带给人民幸福和希望。虎门岭山洞在姬昌县上九台附近，是姬昌县上唯一的一个山洞。蒋匪六十军从吉林仓皇逃跑的时候，用了一火车皮和六大车的炸药，把这个487米长的山洞炸成三段，垮了250多米。匪徒们妄想，这样一来就可以挡住我们的追击，挡住我们向长春前进。可是在今天，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挡住强大的人民力量的。垮成了这样的山洞，人民立刻抢修，英勇的铁路员工、护路军的战士、老百姓一起动起手来，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用尽一切力量，很快的就把山洞修好了，给我反攻大军打通这条直通长春的大道。口上一个商业繁盛的城市，它面对着辽东湾，背靠着中长铁路，水路交通很方便，是东北有名的贸易港口。815以后曾一度被蒋匪占领。今年春季我军解放营口，民主政府马上着手进行各种救济工作，扶助了许多在蒋匪残暴掠夺下无力生产的市民。这是得到救济的渔民，为了救济他们，民主政府发放了4000万元的渔业贷款和32000斤的粮食。
它的产量占全东北总产量的80%。在蒋匪侵占期间，延民因为蒋匪残酷的统治而无法生产，盐铁荒废了2年，现在在民主政府帮助下面恢复起来。水深也不怕水冷，每一个人都抱着坚强的愿望，争取在架桥中立功。桥梁完成了，它给主力兵团铺平了向敌人心脏挺进的道路，去彻底
消灭东北残余的蒋匪。实际行动来纪念自己的伟大节日，他们在这一天把20门崭新的60炮献给人民解放军。这20门炮是工友们自己节省工资购买材料又自己加工做出来的。接近敌人，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力量。部队站起整齐的队伍，欢迎这些热情的工友。工友代表向部队说：“你们在前方英勇杀敌，我们在后方加紧生产。”前方和后方一起努力，把东北完全解放。部队代表把炮接过来说：“我们一定用胜利回答你们。”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的华东代表和辽南代表在6月14号的早晨来到了哈尔滨。哈尔滨的工人弟兄们以主人的资格热诚地欢迎到这些从远道而来的第一批客人。三同志、001同志不亲切地和每一个代表握手。001同志代表大会筹备处和哈尔滨市全体职工向代表团同志们致敬。华东代表团团长张楚林同志说：“感谢哈尔滨的职工弟兄们这样热情的欢迎。”6月16号的早晨，关内解放区西北金察冀、金冀鲁豫和两广中队的代表团也到了，他们同样的受到哈尔滨职工弟兄们真诚而热情的欢迎。蔡畅同志也来欢迎，这位戴金帽的就是有名的劳动英雄赵占奎。
和东北解放区有名的劳动英雄刘英元在这里会面。刘英一同志说，今天的会面是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胜利。朱学凡先生接到说，今天的欢迎会表示了被亚派人民的胜利，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刘英元老英雄谦虚地说，你们是从老解放区来的，经验很多，要帮助我们提高一步，打倒蒋介石。关内代表团团长李杰白同志说，我们这次能够相见，正是表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老英雄赵占奎最后说，解放区的人民解放了，还有蒋管区人民没有解放，我们要带头干，争取全国胜利。全市人民以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个胜利的新年。今年的春节空前热闹，电影院放演着人民自己的电影，民众教育馆展览着报道前方胜利和后方建设的各种图画和照片。各工厂、机关、学校和老百姓的秧歌队到处歌唱出胜利的歌声。元旦日下午，人民像潮水似的去参加庆祝平津解放胜利大会。柯庆时市长首先向到会人民致开会词，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同志讲话。77岁的民族老人李希九先生讲话。民主同盟吴晗先生讲话。华北人民政府南光武副主席讲话。大会完毕，在晚上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他们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这个胜利年。解放区千千万万的人民以百倍兴奋庆祝前线伟大胜利的时候，在石家庄也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劳军热潮。工厂女工首先响应号召，她们赶做慰问带，用花线绣上美丽的字句，鼓励前方将士彻底消灭反动派。他们诚恳而热情地写了很多慰问信，随着丰富的慰劳品一同装进了慰问袋。老大娘把给儿子做的袜子和毛巾也转送给前方将士们。老大爷将自己的烟袋装进慰问袋作为宝贵的礼物，
学生们把自己的学习用具、日用品赠送给前方将士，为了对劳苦功高的人民解放军表示最大的热情，他们打起锣鼓，扭着秧歌，把慰问带送到政府里去。起点里，政府收到了40000多个慰问带，这是石家庄全市人民的心意。这些慰问带很快就会送到前方将士们的手中。石家庄最大工厂之一，它有30多个炼焦炉，每天出产焦炭100吨。焦炭是熔铁、炼钢、翻砂的唯一燃料。该厂除炼焦外，还出副产品20多种，如石炭酸、羊杖脑、臭油、肥田粉等，都是工业、能业和建设上不可缺少的原料。努力增加产量，来保证工业生产上的需要。德州，西至山西省榆次的扬泽铁路，是关内解放区现有的第2条长铁路。
在抗日战争中和人民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区军民为了战胜敌人，曾忍痛把铁路彻底破坏，把枕木和铁轨埋藏起来，把桥基陷在河里，来阻止敌人向解放区进攻。现在华北解放了，修复铁路又成为解放区人民首要的任务。成千上万的人民和铁路员工，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领导下，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抢修工作。他们挖出了当年埋藏的铁轨和枕木，成千辆运送器材的大车，从几十里外、几百里外，经过许多高山和河流，赶送到修路的地方来。和热情克服了无数严重的困难，修复了全部铁路和一百多座桥梁，终于使火车畅行在人民自己的铁路上。